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大师。我旁边的有需要介绍吗？我的妈，这就是一个惊人的巨星，终于要在小巨蛋要开演唱会，这件事情上的心情如何？其实蛮错综复杂的，但是也是很开心。你有喜欢在 KTV 听别人的唱你的歌吗？就哦，看他怎么唱这样子。你那个哦是什么？我也可以，好听吗？没有，就像比如你唱，我一定会好好欣赏。我告诉你要怎么样有云式唱腔呢？就是改你的名字，加一个云，你就有云式唱腔了。我看你的歌随便都可以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？这是其中一首。还有自己的特色，很棒，好听哎，真的好听啊！我就是要等好听，谁要特色啊？而且如果云知道这首歌真的是很值得在 KTV 唱出来。如果云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，就是这一个字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知道我可以讲你是歌迷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那你应该是我最奔放的歌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明年四月见喽，谢谢。那你自己这一段时间，你会在你的粉丝专页选唱一些我的歌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已经要收尾了，然后怎么还有一首好的？倒数计时，倒数计时，就这样子哦，一起去看演唱会。好，420哦，420，谢谢哦。来，你帮我收尾，你发脾气在天后发脾气有没有？抢票时间很近很近，12月15日的中午12点 ，KK Tix 以及我们可以去全家便利商店抢票。对，12月15日哎，很紧张。你会在这几天帮我做倒数吗？我会帮你宣传，你不要再紧张了。任何我的 IG， 我的 Facebook， No problem， 都要哦。OK， 支持秀秀小妹，爱到极致。